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呢要过来这一间，已经装修好了，终于。那时候是应该是三月吧，三月头开始的装修的一间那个公寓，在这个巴西里这里的。这间公寓呢是大概是1100平方尺，新的。那时候里面也是敲了很多东西啊。不是说整间做完，只是我们有一些敲敲打打的啊，厨房没动到什么东西了，很多都是那些敲打改了格局，油漆、电、水电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玻璃的东西啊，所以已经好了，屋主也是搬进去了，等一下我们去那边拍一下，然后神哥也会在那边。跟着我们一起去。是不贵的，不贵不贵，不贵的，对。所以就没办法了，你只家选择家里还是自己咯。往往都是这样，我们男孩子，你要车，你要跑车，两个门，四个门，还没按，等一下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个电梯还没有下来。好了，神哥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间，是，也是从三月开始嘛，对吗？对啊，因为三月开始我们做了。等两个多月，两个月吧，要三个月了。对，之前有敲很多东西，哇！等一下，对啊，也是做很多木工的东西。对呀、啊，木工的东西啦。来，我们上去介绍一下。哇，我开很多间，只是好的差不多了。你这边 ，Pepper， 这间你还没看到，完全还没有看到。我只是看到它 original 的，那时候。啊，这个你会吓死。Hello。这么巧啊。对啊。好，欢迎来到这边。这间也是你设计的，你看的。对。所以你好好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进来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讲厨房吧。好。好，所以厨房的话，它本来原本厨房只是到这里。OK， 那你们一定会想说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对了，这边是一个厕所，很小很小的厕所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时我跟那个屋主就在谈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一个厨房弄大，因为他们很喜欢煮，又很喜欢捏面包，有的没的，就是做这些手工嘛，然后但是这一边的话，我们就讲说，好，我们就打算我们把它整个厕所给拆掉，然后就把整个那个厨房的空位，给它推进去。所以现在推进去的呢，这样你们看的话，那个桌面我们也是有换。OK， 桌面，那桌面本来是白色的那一种，类似那种 solid surface， 就是那一种塑胶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换成 granite， 就是石头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转过来，洗衣机呢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就是这么刚好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可以给他们就是洗衣服啊。这些，那么这一个呢？这一个就是所谓的 stay gun， 这个就是全自动的一个那个晒衣架哦。这个改次再说多一点了啊。那么这一边呢，就是储藏室哦，就换成这一个 sliding door。然后呢，看看这一个原本也是一个空位。那么在想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当初他们的厨没有做到这边来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做了这一个，能放酒瓶的啦。再放一些零食面包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这边是客厅。好，客厅的话，我就把这整个地方做成一个所谓的一致的一个全部结合起来的鞋架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隐藏版的一个东西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讲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电视机橱，所以我把全部。就是撮合起来，就变成这样一大个厨的秘密揭晓了。
好，这个位置我把它做成就是能放公路车，然后其他 Brompton 也可以 Foldis， 好，就把这整个位置放着，因为如果脚车你放在外面的话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收起来。哇，你真的是很好的，其实这个神哥很好的利用了这个空间来放他们的全部的脚车，收起来又美观又好看了，哦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个里面是放脚车的，我还以为是那些很像储藏室啊，给他们放更多的东西。那这边就是这样，看看阳台，看看风景吧。所以当然了，我们也做了 Z track。OK， 这些有些空洞可以，有些空洞不可以。等一下我们就放下来给他们看。现在我们展示一下那个 deep track 下来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每当有像太阳晒进来啊，还是这个下雨天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关起来，所以就没那么热，或者雨水也不会喷进来。你看。现在这边是关起来的模式，哦，那下雨啊，这些水是，也不可以讲说100%会喷进来，就是可能还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已经真的是已经很好了，因为他们要透风，所以他们选择这个布料。现在呢，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来看一下。请看，哦，楼中楼 ，OK， 所以呢，下面我就放就是给屋主就是做工的地方，或者是改次小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在这边放他的书桌。然后呢，这一边地上到天花板 ceiling 板有大概 3.2， 所以现在呢，你看我这边我身高是178公分 ，OK， 那这个东西就自然的180公分。哎，不是因为讲我这个高度然后坐下，但是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高度，哦，那为什么会是标准高度呢？因为上面的话也是要给一个空间，就是人躺着坐起来的时候不要打到视野。嗯，哇，这样你真的是很好的，神哥也是很好的利用了这整个空间，因为它的楼数高，所以呢 3.2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楼下是一个大概 1.8， 所以他们就很像我们这种亚洲的男孩子的 height 差不多在这个 height， 然后楼上呢睡觉的话还也能坐起来。来介绍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楼上吧。来，你看这个楼梯好特别啊，很像玩那个小孩子小时候玩的那个 left right 那种跳的，又容易又不危险。你看上面还可以摆设了一个 queen bed， 来想你还可以坐起来啊。你看，以我这样坐在这里。你看我坐在这里，这边上面还有最少一尺半，所以呢你坐，就算你坐在那个 mattress 上面最少还有半尺，所以这样 OK 没问题，这个不错哦。这些多数都是只有那些屋顶高的才可以这样做，对吗？只有屋顶高才能。可是 condo 也是不多。其实 3.2 是一个很好的高度，那如果你讲说是就是三米以下有一点点困难哦。OK， 一点点，对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他们的主人房，进来吧。OK， 那么主人房呢，是你们可以看到，可以做一个很大的 TV console。然后当然呢、啊，那老婆如果要求抱抱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做类似这样一面，看开灯能展示啊，好吧。然后这一个电视呢是55寸。哦，因为我们要想到说，如果他们要多余的一个空间的话，放东西，哦，我们这一个自然而然的就不可以，尽量不要做太大。可是当然了，你在一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在一个房间，55寸其实已经真的很够了，55寸。那么现在你们看了这一个电视机出的话，你会发现到说，哎，奇怪，主人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厕所。看看这一个是镜子是吗？不是，请看。哇，暗格啊，里面厕所。对，就是这个一进来的话，这里就是一个主人房的厕所，
所以呢这个厕所呢都是干湿分离的，这里就是湿的冲凉的地方，然后呢过来这边就是这边的话，他们本来原本呢其实 Condo 有一些 Condo 他们通常就是做大概一半而已、哦、所以就不够用，然后就我整个拆起来，然后这一个也是重做，上下都打灯哦，这样是看起来比较亮。对，你洗澡的时候也根本不用开到你的那个上面的灯也是。嗯，哦，主人房也是挺，这个厕所也是挺大的哈、哦。挺大的。然后我们就把它藏在里面，就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藏起来，然后因为他们本身讲说他们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镜子。嗯。所以我想了这么久，如果你放在门的后面，那如果你不要关门，是不是不能找到？嗯。那我就想说，而且刚好又在这一边，然后我就想，好了，我们就把这一个地方。整个全部都是镜子。那现在呢？这个家呢？这个家刚刚没讲到，就是说有阿公阿嬷，还有就是屋主，然后当然还有他们一个小孩在住。所以这一边呢，是我们他们的那个阿嬷阿公在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一边呢，等于说我们也没有做很多东西，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电视在房间，所以我也是很简单的做了一个。这个电视机出给他们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原本的配备，只是说像长辈啊，他们会可能不喜欢深色，所以我就以就是轻一点的颜色来跟他们做这个油漆，也是全部都是比较浅色一点，对。所以这个房间是以浅色为主啦，浅色为主，别的房间就是比较深色一点，或者是中木色。这一个呢，就是那个共用厕所。共用厕所的话呢，一样也是，它的镜子也是这么小，把它拿起来做这么大，上下打灯。对呀、啊，也是一样啦，因为这个共用的厕所也是干湿分离嘛，我们看得到，你看这个是冲凉的地方，所以，对，还有这一个的话也是，其实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做的，然后我们就是拿多余剩下的那个厨房的桌面。对不对？哦，它剩下的砖啊，我们把它粘上去啊，那边。对，不是砖，是那个桌面。桌面啊、哦，对。桌面我们就是剪下来，然后给它放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它放上去的话，它可以放那些洗澡的、沐浴的、啊，都很方便嘛。啊，这间公用厕所大小都还不错，大致上升级了一些东西，看起来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就很简单的一些很简单的。升级，你就可以把你整个家弄得很大，然后东西的话，你可以放很多东西。对，所以他们这间房子的话呢，算到来是他做了什么东西？敲打的。敲打的话，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去敲打，但是敲打的话就只有那一个，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厨房的那一个厕所，因为真的是不需要用到，而且又很小，这么想说。那不如我们就是把它连接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这整间屋子是我们有帮他敲一些墙啊，木工的东西会比较多，很多很多，因为它很多标配，像地上我们都不用做嘛。对，就是说木工比较多，对，一些敲打的，还有电，还有那个桌面，油漆、水，还有镜子，对，那些东西啦，全部。那这整间我们装修到来的话，大概多少钱？8万而已。哇塞，这样 OK 啊？其实不贵啊。其实不贵啊，就是电水全部都加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哇、OK OK。好了，今天这间呢，在巴西利的这间condo， 神哥已经帮我们介绍了，全部一手他包办到完了。好 ，OK， 神哥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谢啦。OK， 拜拜。